说啊？不能乱说啊。对啊，我怎么乱说了？你怎么瞎说呢？我们家大人是这种人吗？你们大人怎么就不是了？你们欺负人！哎，沈大人，你说你把我关在这干什么呀？沈大人，别过来！沈大人，刘玲，你疯够了没？你又不信我，我当然要证明给你看。众口悠悠，这还等不到叶瑾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威胁我？是又怎样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！谁呀？郡主怎么不救了？叫就叫！郡主既铁了心要跟沈某纠缠，那我便把丑话说在前头。你我本不是一路人，眼下郡主或是存心刁难，又或是却着有趣想要玩玩。可沈某不是随便之人，一旦认准了郡主，便是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到那时，你就是烦了、腻了、玩够了，沈某也会如影随形，甩都甩不掉。郡主不妨好好想一想，可有这样的觉悟？刘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是你能招惹的人，穿上你的衣服。